滚！欢迎光临角落厨房。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香蕉牛奶。非常简单，只是把东西搅打一下而已。这是一道非常容易而且非常快速的一道饮料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早餐。主要材料就是牛奶啊、香蕉、坚果，看你是要杏仁啊，或者是核桃、葡萄等等，看你家中有什么你喜欢的坚果类，你就把它加进去。OK， 那其实没什么步骤，只是把所有东西进行一个搅打，把它打均匀就可以了，非常容易啊。那，马丁在其中呢加了一点炼乳，那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像是蜂蜜啦，或者是任何的糖浆哦，都可以。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按赞，或者是呢分享给你好朋友，叫他们一起进到厨房里面吧。虽然很热，不过厨房是一个可以施展魔法的地方，等你来施展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要来工作室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那才发现香蕉牛奶竟然没有香蕉啊，这什么情形？所以又出门去买了香蕉回来，真是。